来看政府之爱基金会甲在地企业合作，发起这个中秋礼盒义卖以外，过来炸着充满爱的物资，送到弱势家庭的厝内，让弱势家庭充分感受到来自社会大众满满的爱甲陪伴。基金会社工将爱心物资送到时代厝内底，同时嘛利用机会来关心弱势家庭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需求。切肤之爱基金会表示，今年中秋节，基金会甲在地企业联手做公益，号召民众领取中秋礼盒。基金会社工卖伫咧中秋节进前，已送到弱势长辈的厝内底。中秋节前夕，然后来探望他们，带领着切肤之爱基金会的同仁来看望我们的这些独居的一个长辈。那所以切肤之爱基金会秉持着深耕在社区上呢，服务这些需要服务的人，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呼吁大家一起来参与社会支持这些弱势的事工。那希望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切肤之爱基金会强调，希望透过关怀活动，让社会大众重视独居甲弱势长辈照顾议题，嘛好有更加侪企业甲个人加入公益行列，将新的力量传出去，共同来建立一个更加温暖的社会。大中华新闻，张世良，中华采访报道。